联合国人道主义特使、美国著名女演员安吉丽娜·朱莉日前访问了巴基斯坦洪水灾区，呼吁国际社会向巴方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和支持。安吉丽娜·朱莉此次访问巴基斯坦和洪水灾区，旨在为灾区民众寻求更多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支持。她在访问灾区后同当地官员会面时就表示，灾区的情况触目惊心，令人不安，强调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帮助灾区民众。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. And I have, as you've mentioned, been to Pakistan many times. I came first because of the generosity the Pakistani people have shown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over the years and as a host country. 安吉丽娜·朱莉还进一步表示，巴基斯坦此次遭遇的数十年不遇特大洪灾，为世界敲响了警钟。强调气候变化不仅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且正在我们眼前实实在在地发生着，称倘若国际社会不采取进一步切实措施，将会有更多国家为此付出更惨痛代价。 I think this is a real wake up call to the world about where we are at. The climate change is not only real and it's not only coming, it's very much here. 这是安吉丽娜·朱莉第三次以国际人道主义者的身份访问巴基斯坦，前两次分别是2010年巴基斯坦遭遇特大洪灾期间，以及2005年巴基斯坦遭遇大地震期间。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，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。